啥时候结婚？今年，今年必须结。他对我那么好，我要跟小梅一个大大的。我台北租了一个房子，今天第一天住进来。好。又去超市买点东西，这个在家生活的感觉，在台北有家的感觉了。我现在搬这房子很舒服，它是一个朝南的房子，采光很好。今天就要有机会跟小飞，汪小飞吃饭，最重要是我看我的儿媳妇儿了啊！那就小梅，小梅，小梅，太凶了，不好意思了啊！是。那小梅家人，我从来没有感受到在台湾这么多温暖。我跟小梅现在台北 ，OK， 我们俩可能月初回到北京。小梅就是为了我。每天带着孩子，每天美美的带孩子，你们扭了。但是小梅就是特别的有教养，特别那个会考虑别人感受。我这么长时间，我真的超感谢她。小梅有自己的工作，但小梅现在就是又要工作，又要照顾我的孩子，又要照顾我。那我又不高兴呢，她要得那个安抚我。啥时候结婚？今年？那不能当小梅面说。今年必须结，今年必须的。他对我那么好，对孩子那么好，他人那么好，求婚是吧？求婚一天给你看，当然那不能说了，不一定啊。我要跟小梅一个大大的，我没多说，宝宝，说什么错了吗？没有吧？我没说错话吧？哎，你好，是那个跟小飞一起来的。哦，真的，到，我下直播了啊，到了。兰姐啊，兰姐呢，老喜欢小梅了。兰姐说，你小子他妈好好对着你，嗯。